今天有粉丝问我怎么样才能像这样跟鱼儿一样轻松地潜入到水中游。今天我把我所有知道的所有下潜的方法都给大家总结上，从青铜到王者全部安排。第一种就是在正常的游进中把这个游进的方向从朝前游变为向下游，这个没什么技巧，主要就是手用力扒拉。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屁股稍微翘高一点，这样的话你手向下的角度就更容易一些。下去之后也是一样的，划一次手蹬一次腿。第二种稍微需要你会一点点蹬边滑行技巧，我们双手双脚挂在墙上，然后一只手指向你的前进方向，在我们放手的同时两只手合在一起完成这个蹬墙出发，再加上划我们的蛙泳的长滑臂就 OK 了。第三种是在能够踩得到池底的泳池完成一个向上的起跳，然后随着这个重心的下落去完成双手夹到脑后来完成蹬墙出发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需要一点点水性，但对于你们来说小意思才。第四个动作就有点意思了哈，需要你有比较好的身体的协调性。我们这时候躺平在水面，双手向下指，这时候只需要你的腰部发力，手完全都可以不用动，腰部发力往下一钻，你整个身体就下来了。下去之后只需要做我们的蛙泳蹬腿就可以靠近在水底游了。第五个动作的话难度就更升级了，需要你会完成一个跳水，通过我们自身的重力直接就杀入到水中啊，轻轻松松动力三。